说起杨幂和刘恺威离婚之后，关于女儿小糯米的抚养权一直成谜。据港媒介绍，刘恺威已经拿到抚养权，孩子如今由刘恺威的爸妈亲自照顾着。杨幂和刘恺威自从有了女儿小糯米之后，两个人也把女儿保护得很好，所以到现在即使小糯米已经四岁了，但是对于网友们来说，除了在杨幂刘恺威的采访中偶尔听到小糯米的消息外，并没有看到过小糯米的正面照。杨幂是娱乐圈拼命三娘，是大家都公认的事。近几年来，她的行程总是很满，产出的产品也是非常之多。网友有很多声音称，杨幂总是忙着工作事业而忽略家庭生活。最近杨幂在接受采访的时候，也是在离婚风波后谈起了小糯米了。提起自己的女儿，杨幂真的满满都是爱呀，还管自己的女儿叫泡泡一样的女生，这个形容词真的是让人说想都想不到啊。如今杨幂和刘恺威都开始了新的生活，祝福他们吧。